今天2018年10月8号，防水电视已经安装完成，现在已经连上 Apple TV 去做测试，直接从正面遥控都可以直接控制到上面的 Apple TV 或者是 MOD 机唱盒，已经把明天 MOD 安装的方式录影成影片，传给设计公司及卫浴公司。也跟业主指导如何遥控防水电视，是用 MOD 的遥控器对着防水电视的正面去进行遥控，上方直接把红外接收器粘在 MOD 前面的接收窗口，插上电源连上网路线就可以直接使用。